对，三分线外还是犹豫的，下面对简浩，跌撞撞的，再给到林书豪，三分线外还是有。他这一球都是，哇，这球被干扰到前面快攻的机会，曼尼高直接上来被盖到，拿来球林书豪终于得回去。有的一直不放弃的跟上来才行啊。林书豪，此机要切底线，又是个漂亮的插门。相当险，再回来给他鲁冠良，只要给大 B 妹识破了。林书豪前面的快攻机会，面对钱可尼背负的两分，还是硬打进去。这是他的招牌啊，先行了。钱可尼马上想要换颜色，哦，这一球直接被米切给封了下来。再是一个快攻机会，哎，再交回来。三分球又是豪哥。我国也拿到。再拉出来，杰克尼被掩护之后，这一球林书豪再往里头摸，篮板球来不及了，已经两分线拿到。一个假动作把钱肯尼给骗掉，林书豪再一个三分球，李凯燕给到这边，又是林书豪出来接球，中距的跳投两分再拿。那这一节完全无解啊，快走，对，哇，已经派上马布尔了，照理说比较想加入总，他们团队命中率是团队罚球命中率是全联盟最低的，因为比较容易上罚球线的就是大 B 啊。是有，他把这里当新生公园在。方式啊，去上篮啊，这二十八分会不会定了？大概有到四五分钟以上，应该差不多。我觉得今天挖口球的影响也很大，就在。因为目前虽然说这么大分差，可是大半的分数来自他，而且命中率受到一些压力，但也没成功。简单的掩护之后，哇，就是换防，简直像在练投。对，对广来说是度过了刚才一波乱流，现在看林书豪怎样把节奏稳下来。一个小抛，今天他就是能进球。嗯，他过掉以后哦。